我叫李建华，来自山东潍坊。2006年夏天，我进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，成为了一名国防生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班里28个弟兄。4年里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生活，一起走过我们美好的大学时光。哎，你们都说你们当时为什么报清华国防生呗？我觉得当国防生挺爽的呀，以后去了部队又不愁工作，然后还可以分房子。哎，你呢？我嘛，清华不是全国最好的学校吗？这里有最好的老师，有最好的学生，还有最好的学习氛围，我就想好好学习呗。对，清华凭清华在外边这个名气，出去之后啥工作找不着啊？先混个本科再说呢，管他是不是国防生呢。哎，建华你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当时老师说报清华的国防生挺好的，来了之后觉得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点事儿挺好的。建华，你别太假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，但是我不是很懂他们的想法，我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明确的目标。来到清华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，最不适应的还是在计算机方面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，连计算机的概念都不大清楚，所以第一学期的程序设计课让我非常烦恼。开机啊，不能开机啊。好，这个同学，能帮我看一下代码吗？你看我这个打井号的时候，它怎么老是出来3啊？哦，还有大于小于号，它老是逗号点的。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按住 Shift 的键，然后再按这个井号，然后再。终于过了。
哇，不高。哎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把权力吧，把权力把权力。哦，之前来一个呗，来一个呗，交了交了，反太好，把精力，快快快！哎呀，我改变量还不行啊，稍微改一改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给变量改一下，我发给你们。哇，哦耶！要来我就上。哎 ，QQ 啊 ，QQ 啊，发群。哎，建华，截止时间快到了吧？把我代码改改交了得了呗。算了吧，我自己再编会儿吧。哎，建华太死板了吧。爸爸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终于过了，那天的程序终于过了。虽然已经过了截止时间，但我还是很高兴，因为那份代码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。后来我的程序设计课还是过了，虽然成绩一般，但我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我们是国防生，日常生活与普通生之间还是有差别的，比如每周一次的内务检查和每周四早上的出操。通知一个事儿啊，为了加强国防生的管理，两班决定从明天早上开始进行出操。然后明天下午的话还要进行内务卫生检查，然后大家回去之后好好报学校。我开玩笑吧。好，然后其他的就没了，散了吧。散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出什么操啊？操！哎，咱们打扫卫生吧。打扫个屁！辅导员是你爹，让你干啥就干啥。哎，要不再定一个吧。陈远啊，把你的闹钟借给我吧。拿去呗。这下行了。早点睡吧，陈远。哎。哎哎哎，都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快起床了啊！哎哎，都快起来吧，快迟到了。起床了！起床了！起床了！我靠！你大爷，让不让人睡了？你二啊你！你行不行？让不让人睡了？终于起来了，那先去出操吧，啊！那天早晨，我们班到的人数最齐。受到了辅导员们的一致表扬。大学阶段，我们都很忙，最多的当然是在忙学习，最忙的当然是大三。我在大三的时候担任我们班的信号课代表。CTFT、DFT、DTFT、FFT。建华，啊，咱们班信号成绩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咱们咋样啊？你自己看吧。
这平均成绩也就40分啊。沧海笑，滔滔岭岸。哎，别唱了，幸好成绩都下来了。下呗，只要不是个位数就行。那你够了。我考多少？你看。哎呀，这科铁定挂了。你考多少？我也就刚及格。这课咱们班不及格的太多了，以后要把咱们班的成绩提上来，咱们一起学吧。行，不过我这人自制力太差，你多看着我点。好啊。呜，哎，别玩了，上自习去吧。哦，不去。哎呦，上啊，上，呜。哦，上啊。呜，那走吧。不是，你干啥呀？反正也不能玩了，上自习去吧。啊，来，走吧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坚持教大家上自习，但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。但是我没有放弃，跟我上自习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从一两个到三四个到更多的人。离期末越来越近了，大家都越发的努力了。听好声音出来了。是吗？咱们咋样啊？平均成绩78，那年级呢？年级77分，你太牛了！看到这个成绩，半年来的种种辛苦历历在目，经历了期中的打击，大家一起自习，一起讨论，一起努力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大三，转眼间迎来了大四。嘿，系会报名了。哎，报啥呀？你看我这样，你能干啥呀？没事儿，报名就一分。那都有份什么项目？你看看这个。那我就来个40×10折返跑吧。其他人呢？每个人都报一下吧。OK。我在线上。喂，干啥呢？比赛快开始了，快来啊！能来就来吧，快点。哦，那算了吧，哎。喂，二妹没捡路了，快来啊！哦，不在学校啊，有事儿是吧？哦，那算了啊。那算了，再见。喂，比赛快开始了，快过来吧。哦，身体不舒服是吧？哦，那算了。纪伟，咋了？这些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名都报了，比赛都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咋办啊？要不你替一下？好啊。那先参加个100米吧。行，那我过去了。200米结束了。哎，今晚好样的。
要不你再参加个400人吧。啊。第二名茶班一班李小扣，第三名台区一班向卡，第四名台区一班刘向。要不再参加个800米？好。电话今天多亏了你。建华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都晚上了，好累呀。辅导员，对吧？辅导员。好。哎，辅导员呢？不听。不听。深刻的印象，然后三年来李建华同学任劳任怨，给班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然后也带领大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我想今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人和他一起庆祝这个日子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，记住此时此刻，记住这个集体，记住只有每个人心里想着其他人，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加温馨的集体。就这样吧。我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被别人注意，一直以来我只是默默地在做，从未奢望过别人对我的认可。我也以为我和大家有了隔阂，却没发现四年的生活让我和兄弟们越走越近。今天的生日是我过得最难忘的一个生日，当兄弟们在烛光中齐唱生日快乐时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集体的温暖一直就在身边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。哎哎，别唱了，项目成绩都下来了。哎呀呀，只要不是歌舞主义，他不看我，你得看他。是啊。等会儿，那个谁，李建华，太这样，啊，我笑不出来了，刚才。好，这是开乐吧。谢谢。